友们，欢迎您乘坐605路公共汽车，本车由南门汽车客运站、开往下属客运站途经本站，请您按秩序乘车，谢谢合作。下一站是解放桥。运河路公用站，原恒顺酱醋厂，火车站北，台湾，爱道下。劳工运中区政府，客运站到了，请携带好自己的行李物品，准备下车。